charge particle， 就是带电的离子，所以它带电就有电的效果嘛。那我们就知道我们那个 electrical field 就是电位能，那就是电位能高的会流电子会流 往电位能低的去。那在我们生物体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那这个可是因为我们有这个 lipid bilayer 把它挡住了，所以它自然的就会有一个落差，内外就会有一个 membrane 的 potential 会有一个差哦。那这个差就叫做 resting 的 potential， 也就是 difference in charge across the plasma membrane of a resting neuron， 就叫做 resting 的 potential。 那我们怎么样去计算哦？计算 resting 的 potential， 我们下次再讲。那相对 resting 的，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action potential。那 action potential 是什么呢？就是在动作 ，action 就是动作嘛。那为什么会有动作呢？今天我们如果受到外界的影响，或者是你突然想到，想到什么事情，那这些都会产生所谓的 action potential。那 action potential。但是呢，这个 action potential 它的产生哦，有一个相对应的、有一个相对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个电位的改变哦，电位的改变 ，resting 电位的改变哦，基本上要超过某一个程度，它要强到某个程度哦，那它才能够把这个讯息传出去哦。那我们先来看哦，我们刚刚有讲哦，这是一个神经元。然后上一个神经元可能有讯息要穿过来，那它透过这个神经元 neuron 跟 neuron 之间的这个交界的地方叫 synapse， 那这个 synapse 它前上面这一个神经元，它会释放一些所谓的 neurotransmitter 神经物质，神经传导物质，那这些神经传导物质会都是 charge particle， 那它引发一连串的生化反应哦，在这一个下一个神经元产生哦，然后呢，这个生化反应哦，可能是比如说在以这个课本这个例子哦，它是这个 sodium 的 channel 这个钠离子的通道打开，我刚刚讲过那个，因为有细胞膜，这些离子不会随便进出哦，可是有这个通道。那因为前面这个神经元释放物质，让离子通道打开，然后离子通道打开，它的门哦，就像我们有时候做门呢、有小的是狗门呢、然后有大的是人走的门，那个不同的门哦，这个圈哦，或者叫 gate， 它是给不同的离子通过的。那在这个例子是钠离子通过之后呢，它在这里会引发一连串的化学反应，然后它的这个本来一进来的时候，钠离子浓度高啊，它电位高，慢慢会 decay 哦，这个叫 gradient potential 哦，这个是在发生在一个 neuron 里面哦，就是这里哦，前一个讯息到最后面呢，要传给下一个，然后呢，下一个细胞哦，它就会收，这个是一个 synapse， 一个突触哦，那这一个下一个细胞啊。它有好多好多突触，它可能跟好多好多细胞连接，或者是同一个细胞，它有好多 synapse 跟它连、所以呢，这是一个例子、那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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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些不同的地方收起来、它就会你就会得到它的 integrated 的这个 potential， 这是一个积分，其实就是一个积分的一个结果、然后呢，这个积分的结果啊，这个我们在电化学里面会看到这些积分的结果，最后到一个叫做 axon 的 hallock， 这里没有 call 到，所以一个叫做 trigger neuron 或者是 hallock 的部分哦，这边积分到某一个程度哦，如果这个 threshold 是-55 millivolt， 如果我这边积分这些电位能积分的结果是大于这个 threshold， 这个 T stands for threshold， 它如果大于这个的话，
超过这个，比如说负40这样子，那这个讯息就会以 action potential 的状况传送下去。那如果今天它是低于哦，不达这个 search term， 不达这个阈值哦，那它基本上慢慢的会 cease， 最后就会不见哦，那就会没有 action potential， 那就是 graded potential below search term， 在这个状况下，它没有超过这个触发的这个值哦，它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 action potential， 所以这个 action potential 的产生哦，是细胞做了积分的结果。好，所以那这刚刚这个例子是没有 action potential 的，那这个例子就是有超过了就会有 action potential。 那这个 action potential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就是这么大的电位，就是一直传，它的能量在传递当中不会耗损。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为什么它不会耗损。请大家休息一下。Oh, wait, wait, wait.